对，嗯，就给俺们累，有点事给俺们事。妈，啥事呀？子琪，我想接咱妈去县城住几天。哥，你还要去上班呢，没时间呀。我晚几天再去上班。妈，我这几天都回来。妈，你以前说过有事了不会瞒着我的。我不会瞒着你。是不是不舒服了？有。妈，这段时间我和子琪都挺担心你的。我知道，我真没有事。那去体检一下吧。对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妈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哥搁家有，没有事。你也没别担心，我给咱妈去体检。妈，对，我咋也我自己清楚。一多，子琪，你还没还不相信我？不是不相信你。这几年我也不经常回来，心里也可愧疚。我会照顾好咱妈，你不用担心。对，我没有事瞒着你，都是想去直接搁家住几天。妈，是不是想我侄子了？想。那去住几天呢？还不知道，可能后天都回来，也可能多待几天。我带着咱妈去体检一下，你还没相信我？哥，我会照顾好咱妈。子贤吧，我知道你不想去，你都搁家喂牛吧。子贤吧。没事，你去地干点活，别一直搁家歇着。咱一起吃吧。你去惹我生气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是关心你呀。你还是搁家吧，多，我可想你。多，子谦，我知道你们担心啥，你妈没有事，要不我肯定会去呀，对不对？那让嫂子和我侄子回来就行了嘛。你嫂子忙，多也忙呀，也有时间来看看咱妈。真是忙，我忙着回来。那好吧，子谦哥，那有拿被子没有？不用拿被子，都有。那得换洗衣裳都中，子谦吧，你搁家自己做点饭，呀，我知道。给牛喂好，去地干点活。哎呀，你说多少遍了，我知道。去多家帮帮忙。我也不会打鬼子呀，咋去帮忙？啊，你妈去俺家住几天啊？你得照顾好你妈啊。我会照顾好我妈。别惹你妈生气。不会。还有，你妈不能吃甜的。我知道。你话还不少。我也是关心你呀，子健妈，你早点回来啊。你咋？有点不舍你。你哭啥？我几天都回来了。我啥时候哭啊？倒是有点不舍你嘛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怪感动的。哎，你不回家，谁做饭？因为这你不舍得呀，那是。子谦吧，我不搁家这段时间，照顾好咱这家。放心吧，我会做饭，还会蒸馍的。那都中。子谦妈，早点回来啊，别哭太长时间。几天都回来没？哎呀，别哭。我啥时候哭？子谦，我哭没啊？哭了。对，妈不会瞒着你。几天都回来。好，子谦，我还是不放心你爸呀。妈，这几天我们会经常回来的。那都好。